只要呢你在我们活动现场消费满100块，就可以呢获得我们的人气乐团奖的投票券。然后呢，到我们大家请看右手边有一个蓝色小屋的旁边有一个箱子，箱子呢就是让大家投入你的人气票选券。所以呢，你就一直听，一直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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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从头听到尾。然后呢，你就选出一个你最喜欢的乐团的时候呢，就可以将你这样子的一个投票券来投到我们的投票箱里面，投到我们的投票箱里面，选出呢你心中你最喜欢的那个乐团。哇哦，你看，大家看看上面那个吸烟区的上面那边有那个灯笼，台东的灯笼都涨价。那边你看，台东的灯笼都涨价，为什么呢？哇，你看全部都亮起来了。是的，那是呢，我们台东大家都知道嘛，这几年有这个举办这个热气球嘉年华会，然后呢，我们这边呢有非常多来自我们世界各地的朋友们。世界各地的朋友们呢，来自己绘制的我们的灯笼，绘制了之后呢，然后呢，我们就会把它放在呢，我们铁花村呢就会把它放在呢我们的各个角落，放在各个角落哈，所以大家可以有空的时候，待会呢就可以到我们的每一个地方去看一看，走一走，欣赏来到我们台东的朋友们呢，哎，画出来的特殊的作品，每一个都是独一无二的，独一无二的，非常的可爱，非常的厉害，非常的漂亮哦。好，那也要在这边再次提醒每一个乐团，我们乐团演出的时间是20分钟。乐团演出的时间是20分钟，那请注意我们右前方的这样子的一个时间表，请各位乐团请注意哦。好的，那现在正在我们台上的呢，就是我们的青少年组的 Disco 乐团，请给他们一个热烈的掌声鼓励，给他们加油一下，加油加油，赛车人。这个刚刚讲的塞车刃就是这个阿美族的加油的意思哈，阿美族语塞车刃。那大家呢如果学会的话，待会可以用阿美族语给他们加油。但是呢，他们看起来是很多个族群，待会就一起来欣赏他们带来的精彩的演出，两三首歌曲。